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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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Nice， 收收收 ，Go nice nice， 很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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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去 ，Nice！ 好，今天是温泉花大峡谷跟这个座头购物中心。好，来到这边，我们有炸弹坡啊，爆炸坡筒哈，点五二，然后星夜射击枪、斯普拉射击枪跟游快捷阿法。好啊，这边呢，其实好没有队伍，现在目前好像还不会有带队伍啊，有危险危险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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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觉得等一下会有人冲上。OK， 屁啦，我明明就退了。我觉得我刚刚应该那种快要逃不了，我觉得应该真的要来一个鱿鱼滚行。好，我要试着多多使用鱿鱼滚行这件事情。完了完了！嘟嘟嘟嘟嘟嘟！哦，我们是 OK OK， 我们这一局应该会比较难打哦，这个地板跟机动性会有明显落差。Nice， 好 ，Nice， 这里还有一个 ，Nice，Wipe out，Let's go，Let's go， 我就不拿喽。这边要小心机动枪，所以我们可能要做好防护，防护，防护。等哦，等等哦，呜呜呜。Nice！ 哎靠！我以为他会下去，抱歉抱歉。杀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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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杀！左下一个。Nice！ 擦一下。这里有点危险，先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要等我的那个终极发射，终极发射。Nice nice nice， 等等哦，等等哦，看一下看一下。Nice nice nice， 有机会。Nice nice nice。Nice, nice！ 哎靠啊，有这么大，有这么大啊！哎呦，大战犯，太可惜了啊！刚刚那个，哎呀，太可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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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这一轮没打好。啊，好好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因为我们这个编程哦，要打哦，一定要稍微有一点防护，又像我这个路线，对对对对，大概就是这种感觉。Nice nice， 还要走，想走想走想走 ，Nice nice， 可以，在这里防。刚跳过来的人 ，nice nice nice， 来来来来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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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收掉收掉 ，nice nice nice nice。跑跑跑跑跑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不急，不急，不急。这个防护罩开的不错，头上头上。Nice nice nice， 剩一个五二，剩一个五二。Nice nice 收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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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Nice 收收收 ，Go nice nice， 很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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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去 ，Nice， 哇，又可以捡。又可以剪精华了，在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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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没错，这个极致的跟队友的极致配合是，哦，对面有两只，这是打工编制吧？怎么会有两个
三重烈鱼弓啊，这应该破不了。这要小心，要小心，他们可能会用那个距离攻势。好，先收掉比较麻烦的，不要死。好，弓可能要换个位置打了。擦一下，一定不给你火，一定不给你苟活。Nice 赚 ，Nice Nice， 哎、欸，等一下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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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赶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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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中，我觉得这一局要打可能要快，就是要贴脸打了，这一局要贴脸打才行。然后那个桶会是关键，打掉桶会是关键。哎靠，给他秒到了，打掉桶会是关键哦。虽然他们最激动的就是桶了 ，nice nice， 我们有广域也会方便不少哦。但是要稍微帮一下他，要不然不好打。等一下，我终极发射，我的终极发射，赶快赶快！刷不出来啊！哎，这里可以走这样哎，好赞哦 ！Nice， 赚到一个。不要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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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死 ！Nice Nice。哎，我觉得这个不错哎，可以这样走，还蛮不错的哎。啊，好好好，小干扰，小干扰，小干扰。啊，好，油管在后面看，应该还可以飞。重格应该也会是一个讨厌的关键。小心急，好，两个已经。Nice， 哎，好，没关系。重格，现在重格，现在重格，对对对，现在就是看重格 ，Go Go Go！ 啊，踩上啊，不应该飞啊，危险，我死定了 ，Nice！ 奇怪，我怎么都一直看不到重格啊？好，等我，等我。可恶，没杀到，气了！没有地板，没有地板，没有地板，这样不好打。靠！哎，没换掉，我要气死啊！围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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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围了。糟糕，糟糕，要进来了 ！Come on， 着急，着急，着急！糟糕！哎靠，那个缝！31秒，我觉得有点微，我觉得有点微，我们好像没有办法大突破。哎，有点微，有点微，有点微。啊！糟糕，糟糕，糟糕！真的是微。
哦，我就想说是十秒后面他们刚好这有两个人，然后我从后面一举带一二三，好带到三个人，然后第二最后这个哇，但是还是不小心死掉的，这个时候非常危险。哎，刚好 wipe out 带掉他们哦，然后我们可是呢，重点是我们上了这个小高台之后还要继续前进哦，还没赢哦，原本，所以你看这个时候破鱼破了，但是你看大家都在打鱼，很危险，我就先杀掉一个之后死掉，然后队友直接趁这个空隙得分获胜。就是这个样子，感谢队友。哎呀，哎，我发现任天堂这个功能真的太好了，谢谢他。没有他的话，对不对？没有他，我要怎么？哎，等一下，其实可是我今天我没有射哦。好，我大概哎，可是奇怪，我今天也没有射什么东西啊。可是刚刚那个状况，好，大概知道怎么回事，就是要。赌他也不是赌他，就是要预判他打错你的位置，因为他最后还是要劈下去嘛。但是他如果没劈到的话，就比较有机会可以打到他，所以这个在战场上的游弋还是很重要的。称赞，这边是这个消防栓旋转枪点九六载玉跟这个回旋波筒，这边放一个，看有没有人会下来吃到，这边再放一个。好，队友冲上去，队友勇猛直前，再给他一个。哎，不要！好，九六要不要上来？九六会不会上来？哇哦，要上来，好可怕！喂！哎 ，nice， wipe out， 来吧。nice， 空中截击，赞哦。还有没有人要来给我空中截击？还有没有人要空中截击？赞，猜一下 ，nice， 赞，来，哎靠，他怎么可以后退？你不上前帮忙，你为什么要后退？你这样子不对耶，你怎么可以后退？你后退我就杀不到你。没赌对啊，刚没赌对，可惜。上一个，喂。不要！这个会看地图先走，遇到会看地图的一定要走哦，要不然真的太危险。要死！那要走哪？还没出来。地板，先稍微停一下，走左边。啊，要来了，可以了，有了，开一个。啊，被吸掉！靠，被吸掉！哎，哇，真的气死！哎，竟然被吸掉！哎。Nice， 就知道你会捡。重格，先带走重格先。这里还有一个九六，不要再发了。Nice， 倒三哦。Nice， 来这里，快来！哎，靠，我怎么一直上不去？等下重格。Nice。进，可以进了。哎，进！哦，那我 nice！ 哇，从另外一边进，很聪明。先退。好队友，聪明。拜拜。Go！ 换位置。地板。丢他脚下。地板。Nice。打不到哎，真会躲哎，可恶，差一点，这一只炸哎，竟然没有，nice， 谢谢，重格，
等我爆破，等我冲突爆，哎、欸，不，等我终极发射，不是冲突爆破。左边，左边目前没人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队友，莫急莫慌，莫急莫慌 ，SP 先出来再说。看准敌人，看准敌人。Nice, nice， 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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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赚大了，赚大了，赚到了，赚烂了 ，Nice， Let's go, Let's g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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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哎呦，喂喂喂 ，Nice, Nice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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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ice。他一定会从上面，他一定会从上面，真的从上面。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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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剩我们，剩我们，先退，先退。二十秒，二十秒。先把高台可能会站的位置先丢下来，先退先退 ，nice 赚到，左高左高一个哦，好战器出来了两颗哦 ，nice 赞，终极发射好赞，终极爆破。哈哈 ，Albert 午安，大家午安，陈太午安，终极密码，救命！赞赞赞赞赞赞！五胜全胜，忧郁星期一，一周美好的开始就从星期一开始。今天晚上不如就使用终极爆破，不是终极冲突爆破枪吗？是，当然这跟打的经验，你在观察，我觉得看回放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如果你今天输了，你一定要去看一下回放的时候，你输的那个关键的时间点在哪里。还有最重要就是开局的时候呢，我们这个头上，比如说对面现在是这个回旋波筒啊、射击枪啊、火热爆破枪跟这个滚筒，那你就要了解一下，比如说现在的这个目标物，哎呦，打破这个目标物要来了，靠！哎，等一下，哎呦，好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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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！救命！就是你可能要留意一下这个地图上的动向这件事情，就是你目标的动向是怎么走的，这个很关键哦。现在倒几个人了？敌人都在哪里？锁敌的部分，靠！喂喂喂喂喂喂喂，我要死掉了！鱼好像应该会从右边上。啊，美梦美梦，我要死掉，我要死掉。只能让他们先进了，死吧！想拿鱼？nice！ 哎，我已经看到你了，这里有一只，拜拜。剩火了，好了，可以拿走了。地板尤为重要。这个是别人的桶的声音吗？哦，我们也有一个桶啊。换个位置。哎呦喂耶！好好，要上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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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看到有人要上来了。啊，没办法。好的。进退呢，基本上还是跟队友的搭配。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的武器，我会不会死？不会。哎，可惜，差一下。就是你的武器的位置到底是属于前线击杀型呢，还是辅助型呢？你的队友在大概在哪个位置？他使用的武器怎么样？当然，哎，捡到哎，捡到捡到捡到 ，nice。对面的那个徒弟量很强大哦，所以我们这边其实会很难打哦。所以就是真的是新手朋友们，切记切记，地板真的很重要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
下去下去，杀杀掉！等等哦，等等哦，不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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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带走带走 ，nice nice， 很好很好很好。虽然说想要急着破鱼，可是重点是你要怎么先顺利的带走敌人就很关键了。所以你也要大概知道一下说，他们啊，他们可能会站在什么地方，怎么杀你啊？倒三倒三，这波很好，这波很好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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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过过过，头过身就过，头过身就过，我要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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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nice， 等一下还没过还没过，这个后面有一个人啦。Nice， 过了，赞赞赞赞，赚到，抓到 ，Nice， 这一局不错哦，冷静的结果。这个掩体后面一定会躲一个人，这里也有一个人，就是不急着送楼。虽然我们是属于看起来像前线，但真的不急。你看，等人下来。甜美的果实就是你的了 ，nice。目前大部分是玩点五二或是斯普拉水枪。点五二的话，虽然它的伤害很高，但是呢，因为它的射速相对来讲不是那么快，所以我会觉得，如果你的水帘丢出来，就是当你在正面击枪的时候，你大概要抓一下水帘开起来的位置，时间点，开出来之后躲在水帘后面，但你也要严防炸水帘啦。但主要就是说，因为它两发就死掉，所以在你的 M 还不错的情况下。或者甚至说你至少有把握第一发击中敌人的时候，你可以作为辅助，然后再加上它的射程也不算短。如果觉得我们频道的影片不错的话，欢迎订阅我们，开启小铃铛，或是加入肉铺会员，成为肉员来支持肉肉。如果觉得废话太多，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级感谢来支持我们哟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